豆豆。你进去已经上个月就排队了。我想起他们去点点，我叫他点一点辣椒耶。哎，真的用脚呀，真的有这感觉。哎，真的闹完了。男生跟女生真的就不一样，女生不会这样。哦，女生不会这样，男生就会这样。男生就是这样。对，男生跟女生真的就是不一样。Thank you.